而且好香啊，真的非常的放松，高级精油的味道哈。那上周已经有收到货的朋友，也可以给我们回馈，如果你在线上的话，给我们说回馈哦哈。这个你可以拿去洗小朋友的奶嘴，或者他的餐具、孕妇都可以使用，过敏性的皮肤更是要用这个洗，好，它就让你抗过敏。那身上呢有皮肤干痒的，富贵手的也都可以用这个，一定要用这种的，最新的液态皂，这个就是我们液态皂的厉害的地方。好，哇，我手上全都是泡泡了，我先把它挂了。先挂在这里，好，我洗个手。看我在洗的过程当中，它一下就冲干净了，它马上就冲干净了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水，这个水它已经有那种倒挂的水在里面了，擦干。还没用 ，PCR 还没用，买了就要赶快用，好不好？其实你用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回不去。用了你就知道说什么是好的产品，回不去。尤其像我们现在的天气忽冷忽热哈，那皮肤一下干一下干一下热，那种交替的时候，你的皮肤很多人就出问题了。你一定要用啊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嘞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讲的话呢，要的朋友们呢，直接按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液态皂的沐浴组的话，大瓶是499，小瓶是199，大瓶在这里，大瓶这么大，今天呢都送你什么？沐浴球一颗，今天在直播当中下单的朋友们都送你沐浴球一颗，可以让你打出黏腻的泡泡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要的朋友们呢，你直接跟我打499+1，499+1，我们呢在出货的时候你截图这个，我们就会再多送你一颗沐浴球哦，哈，499+1。来，要的朋友499+1哈，刷起来哈，要的话自己加刷起来。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大瓶跟小瓶的话，一样都送你这一颗哈，一样都送你这一颗。你要的话呢，你可以499+1或者是199+1都送你沐浴球。这个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有送哈，不然我们这颗沐浴球在卖场也是有卖的。这颗沐浴球要卖多少？100块、所以呢，你自己加上去刷起来，那你就可以得到沐浴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洗手慕斯呢？洗手慕斯也是哦，洗手慕斯也是。来，朋友们呢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洗手慕斯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、这一瓶呢，我们就是有大瓶跟小瓶。洗手慕斯它价位比较低一点哦，这个慕斯瓶直接把你打成已经是很黏密的慕斯，大瓶是299，小瓶的话是180，好吧？那今天在直播当中，你要的朋友们呢，要在加购的，或者是你上周已经拿到货了，你想要再多带回去用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来想想，可以给大家送什么东西呢？来，今天呢洗手乳的话，直接再折扣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再折扣，我们上次好像没有太大的折扣哈、新品上是没太大折扣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呢，如果今天是买大送买大跟小一组的话，来我算一下，原价是479，大加小。大家小479，今天不用479，来450元，来洗手的450元，大家小450元，让你带回去哦，一组大家小直接450元，然后左下角购物车记得里面有折扣券，里面有折扣券哈，有12%
52则12，还有82则，我看一下，512则52，这些折扣券你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先领起来哈，都可以一并使用哦，在我们直播的时间都可以使用哈。各位大家哈，你们要结账的话，要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要做结账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呢，我们才有办法给你直播的优惠价。好，尤其我们现在是不是450买大？好，大小大家小，这样一组只要450，对不对？这个只有在直播这个时段才有改这个价钱哦，直接改价刚让你一下不要让你结账。那如果这个我们的直播时间一旦过了之后呢，价格就变了，它会回复到原价，到时候你购物车里面的价钱就会恢复到原价。所以有下单的朋友哈，450元你就450元，你要一组就450+1。那两组就450+2，那记得就是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呢，要做结单的动作，好，提醒一下各位。在我们卖场呢，就是满199元就会帮各位出货，199出货。那如果要450的话，自己刷起来好不好？你要几组就自己刷几组的哦。Allen 说，之前下错小贩，小编也是超耐心，一步步带我操作的哈、哦。没错没错哈、哦，其实我们的小帮手来讲的话呢，算是很专业、很有耐心的哈、哦。MPB 巴黎小姐呢，来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巴黎姐姐。很多朋友呢，新进来我们的直播间哦，可能不认识我们啊、哦，但是老朋友都知道，我们每周二晚上的6:30呢，我们就会在现场做直播。本身我们巴黎小姐的卖场是以美妆为主，那我们的主推商品呢是热辣 DIY， 热辣除毛 DIY。 那很多朋友说什么除毛还可以 DIY 吗？没有错没有错，我们呢在除毛 DIY 套组呢也卖出了30000多套组，在市场上呢可以说是第一名的卖家、哦、第一名的卖家。然后呢我们开始延伸到呢从头到尾的从头到脚的保养品通通都有。所以呢跟着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呢，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常常会推荐给各位我们所推出来的新款、啊、一定都是经过我们巴黎小姐呢、就是帮各位审核、啊、甚至挑选的非常优质的产品才会推荐给你的、啊、我们自己也都是这样使用，我们的保养品也是全部用我们自己卖场的东西、啊、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就说、哦、你们的东西蛮多的，很像百货公司、啊、很好逛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那老朋友也都知道哈，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，我们给的折扣是还有优惠是最多的，所以很多老朋友他们要补货的时候呢，就专门来到我们直播的时候来补货，哦，就非常的聪明。那今年呢，因为呢所有的原物料通通涨，那我们的海运啊，我们的空运啊，这些运费也是全部涨，还有人工的成本也在涨，所以呢，其实物价真的只会往上，不可能再跌，好，不可能再跌。所以聪明的朋友们呢、啊、你们如果说想要体验什么叫做我们的主推商品，像热辣除毛 DIY 等等啊，还有我们的新款的沐浴皂这一款产品来讲话呢，其实一定要抓紧我们这个直播的时段，才会在加码送给你，而且回去用了之后你是回不去的，用了之后我保证你回不去，你不会再想要用以前的那一些保养品洗手护肤之类的啊。来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人数来到900多人啊，那我们要不要玩个小游戏啊？我们来猜奖，玩个小游戏要不要？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要玩什么呢？命运还是机会呢？命运还是机会？有没有人要玩游戏？用命运还是机会？命运加一，机会加二，这样。要玩游戏的给我刷一下666好不好？666刷起来哈、哦！要玩游戏的刷一下666。好、哦，我们都有一些老朋友在线上哈、哦，对，老朋友都知道呢，我们在送奖品是不手软的哈、哦。我们来猜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还要猜歌吗 ？Peace 样子也是666。我们要猜歌吗？还是猜什么？我们要猜什么
东西吗？我们来猜，今天小编帅不帅？什么啊？帅还是不帅？就这样而已吗？还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帅，哎、欸，有人回答帅。你有没有看到小编，你就知道他帅了。哎呀，他今天睡不着了。不是，他常常人家说他帅，他已经很奇怪了，他也是很奇怪的。哎，我们来猜一下哈、哦，嗯，好，我自己来出个题目，好的哈、哦。我们来猜冬天什么人最常会吃什么东西？啊？冬天女生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冬天女生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啊、冬天的时候，姐姐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先写答案，大家来猜。有人说麻油鸡不是，类似不是。太厉害，果然是忠实。他可以，他有时候他可以加酒哎，哦，可以加酒哈、哦。有时候他会叫。他会叫。可有时候他又不会叫了、啊。对。姜母茶，哎、欸，它是一种。快接近了耶，答案快接近了耶。冬天喜欢吃的东西，冬天它才会很多人想要去吃的那个东西，哦，辣辣的，圆圆的，会冒烟的，然后会加酒的，哦，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它的原料，我在讲什么？然后可以沾那个。沾那个蘸酱，可以沾那个米色米白的酱，米白的酱很好吃。那个东西叫什么？三个字，麻辣锅没有麻辣锅，姜母鸭对，其实一样答对了，姜母鸭对，就是姜母鸭，我们冬天喜欢吃的就是姜母鸭，太聪明了哦，烧酒鸡，好、哦、F4120099，他也有姜母鸭、欸。他也有姜母鸭呢，哇，姜母鸭是两位朋友答对是吗？要公布答案吗？好，公布答案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刚刚白板写什么？姜母鸭。真的，我的答案就是姜母鸭，答对的朋友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你能够得到什么奖品，好不好？得到姐姐亲一下这样，哎、欸，好，来给我亲一下。来，我们先看 F4120099，你在不在？你在不在？跟我说在哦，哈，你在哦，然后我就要抽你的咯。好，还有 Kiss 一样哦，接下来是 Kiss 一样哦，我都来抽你们的咯，哈，所以大家要踊跃答题，好不好？乱猜，但是搞不好就让你蒙到了啦。好了哈，好在，来我看一下你能得到什么。来看一下，哦，差一点点到，差一点到包包、欸，点点，现在是在黄色这里，黄色，来黄色，黄色的话呢，我们送你眼影，妮斯哈的眼影，这个价值199的眼影哦，来给你截图，好、哦，截图好了跟我一哦哈、哦，截图好了来刷个一，然后呢，
给我们小帮手。他真的差一点点哎、欸。差一点点。真的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的包包。好的话，截图来给你刷个一哦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嘞，第十样来，第十样我们老朋友来，我今天看你的手气哦哈。好，来。哎呦，也是差一点点，黄色的。哎，今天两位朋友呢，正好都抽到眼里。来，一样给你截图了哈。好，第十样你在哈，第十样你在哈，然后你也要截图哦。截图这眼影超美的，眼影非常的很顺，很好上色，叠起来非常美的哦。各位有看到我的妆吗？啊、哦，就是类似我的妆的眼影这个颜色。好了吗？是这样的话，好的话呢，来给我打个一哦。好，给你截图打个一。眼影没有在用啊，那你先带着吧。好，你没有在用，那是可以送你的闺蜜啦。好，截图了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来，在一起来玩一下、哦，各位要踊跃的答题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要出题目来提醒我要出什么题目的。好，冬天最喜欢去哪里？三个字 PC 要没有截图哈，来 PC 要来截图，再给你截一次哦。啊，有人在吗？哎，你的反应也太快了，是我们题目太简单了吗？阳明山和万山。等下会不会等等那个阵风？来 PC 呀，哎，我觉得猜台湾太简单了，我们要猜国外的是吗？哦。哎，第四样你截图好了，截图来。真假的，他连自己都不相信。你猜太快了。哎，那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哈，我们要把机会呢，哦，留给那个还没有得奖过的朋友。还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还没得奖过啊？有没有新朋友还没有得奖过的？现在线上是100多人哈、哦，那有没有新朋友想要参加这个有奖征答？有奖征答好不好？一月去。一月出去好冷，是不是？合欢山很冷啊，当然很冷啊。那边有那个五岭啊，对不对？那边超冷的，对。哎，我觉得说我们一些新朋友是不是很害羞啊，都不敢讲话。Jack 说还没中哈、哦，好，对。哦，你。Jack 说还有好玩哦，对，还没中哈、哦，来，我们再来猜一题，那个 F412， 来，还是一样给你抽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来看 F412 0099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你得到什么奖。这次是白色的，这个。私密处面膜 ，OK， 得到私密处面膜，恭喜你！私密处面膜让你截个图，拿大码试给我，拿大码试给我，私密处面膜，来给你截个图哦。好，都送你，好，大家踊跃参加，我就送，好不好？要出声音啊，敢讲话的我就送，好，来给你截图 ，F412009，把我们家的爆款通通带回去了。好 ，OK， 恭喜你。好，再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再还要再玩吗？那个 Jack 那个还要再玩吗？你们还要再猜题吗？对。
我们今天呢，在转盘上面的奖品呢，就有这个皮夹，在一体哈，还有呢眼影，还有私密处面膜，还有那个 JM 的面膜，有这么多哈，要抽给各位哦。好，再一题哈，好，再来猜一个，国外的，猜国外的，去哪个国家？最喜欢去哪个国家？我想一下哈。哦，很难欸，我现在要出题目，我在想说，我如果出这个专太专业了，有一点这种题目太专业了。好。MPB 巴黎姐姐最喜欢卖场的哪一个商品？这要考验忠实粉丝哦。最喜欢哦，最喜欢哦，我还真的是很难选。因为太多都好赞了。对对对，我这个有点喜新厌旧，你知道女生都喜新厌旧，你知道吗？保养品哈，化妆品哈，还有像最新的哈，洗澡的都喜新厌旧。我最喜欢尝试新的东西。好，哎呀，要给大家猜哪个方向啊？食衣住行娱乐哪一种？乐。好。好，然后猜一个国外的，就是不给他们看题目。好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国外一个景点哈，一个景点哈。啊，我用台语哦，我用台语哈，你们听看看我的台语哦，好来。这个是台语，我用台语说明哈，用台语，用台语，谢意，谢意。啊，头前两个字，甲我有关系，甲我有关系，对无？对吼？头前两个字，甲我有关系哦，吼。吼，啊，后边两个字吼，甲我无关系。甲我无关系。伫倒位哦？我袂当讲伫倒位，我一讲恁就知啊，因为伊是迄个所在的一个足出名的。所在。的所在，嘿。哦，啊，四个字，哦，四个字，你们太夸张了，为什么你是怎样？哦，好快就破梗了，你们，对了，答对了，恭喜答对了，头前两个字跟我有关系，我这个答案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，对吗？啊，好，来给各位看一下答案。哇！这个答案太简单了啦，这个，帮我想一个困难一点的啦，我头脑太简单，你看，头脑简单到这种程度。好，来先送东西，来，先送东西，来谁答对 ？Peace Young 哈 ，Peace Young 还有那个。WINS 哈，来两位我都让你抽哦，来，对你们够好了吧？来 ，Peace Young 来哦，看你的手气，来什么色？白色。白色。白色的话就是这个私密处面膜，来 ，Peace Young 截图，好，接触好，刷一哈，接触好，刷一，好 ，OK， 再来呢，我们来抽一下 WINS WINS 的哈，来，在哈，你在哦哈，来，转一下，来什么色？黑色。黑色的话呢，黑色的 JM 面膜哦，是好，韩国 JM 面膜来让你截图 ，Wings 来截图，好，让你截图好了之后刷个一哈，然后这个截图呢要发给我们的聊聊小帮手哦哈，
好，那如果说等一下你在直播间当中呢，想要买东西的话呢，除了199的出货，今天左下角的购物车里面还有折扣码你可以一起领起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对，欸，越玩越好玩嘞，欸，要不要再来一起，啊？来，欸，好玩。来，我要用台语讲哈，我爱用台语哈来讲这个题目，哈，用台语讲哈，啊，我要解台。我的台语哪呢？我要用什么？较简，唔好遐简单嘞。我不爱出遮简单嘞，吼，唔好出遮简单嘞。过来出一题，出一题。过来出一题来。好，哦，那个 wins， 刚进来就中了。刚进来吼，哦，好玩吼，哦，好。然后呢？台语怪怪的，哦，台语怪怪吼，哦，对，我台语小可怪怪吼，哦，我们来猜一个，咱来又一项，康会，成语，不是。成语吗？要成语也行哦。来，成语有什么成语？成语要用台语讲哎，可以哈，哦。就台湾台语啊。好啊，来，我们来成语什么？啊，哦，成语怎么忽然间脑袋一片空？形容什么呢？四只小猪也是成语啊。那个不是成语啦，那个是俚语，那个叫。那个三只小猪，你在讲那个笑话吗？那个不是成语啦。嗯，嘿，哎，要成语怎啊？迄落揣无题目吼，来小帮手，咱后礼拜吼，一定爱甲遮个物件准备好吼，好。然后我不能出太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出太简单的话，你们一下都猜中了，不好玩。哦，一定要有个难度，哦，一定要有个难度。形容做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又不是很好打的哈，哦，来，我来，一楼，讲不出来，一楼，你提供什么？形容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，去形容他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？好，来，这题无遐简单啦，吼，这个吼，